其实一个婚礼哦，有时候哦要担心的事情很多啦，像这边灯忽然暗掉啊，这边你看哎亮起来亮起来，哎这里是不是电力不稳啊？这个让我有点紧张。你这边是顶的，你们之前有来看过景吗？有有有有 ，OK 了哈，好好好，希望我们今天一切都顺利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出一点状况，就是那个电梯啊，现在没有办法乘坐，楼下大断电了。可能要稍等一下，我们现在灯是来真的，对对对，被乌鸦嘴说中了。我们可能要先处理一下，先稍等。教哥，我很喜欢你，我可以跟你自拍吗？正的员工吗？不要再演了，不要演了，太抱歉了，还演员跟我合照，这么快？而且一般管家哪会跟主持人合照的啦？一般管家没有这么高调的发型。欢迎今天的歌手千娜。恭喜！你很厉害，你有发现吗？你也发现，你进来就发现了吗？哎呀，而且你进来之后，那个新郎笑得极为不自然。楼下大断电，不好意思，虽然他演技非常好，可是因为他太光芒四射，对，你们头发今天太招摇了。对你等一下在群众里会不会很快被发觉？因为他要混在里面。哎，你们两个不要讲哦。你们两个不要讲哦，送弄餐，对，他会进去弄餐，我会帮你们服务。我现在只是跟那个老板还没有谈薪水，要不然我今天就可以送餐。但最重要还是要在亲友之间哦，不要被太快认出来，不然那个惊喜就没有。所以你们待会拜托拜托，好，谢谢。好了，那我们这个现在两个惊喜已经出，应该说只有一个惊喜了。哇，这个算是失败，我醒来照。好了，那我们就准备要进婚宴现场。好啊，好 ，OK， 谢谢，顺利。还是你要拼完再来。可能晚上了，还是我去看一下电梯好了没？你先去，不要骗我们。天哪，你是小管家，快点去！去上班了，去上班。拜拜，还进来吹冷气，你。